真正体会父母心，你做人是大了后，不望你会得人疼，真体论你着记好条，希望娶着好牵手，希望嫁入好人家，大家当然是父母，真心对待爱在有效。阿父啊，阿有找到无啦？无啦。我上路较去阿母遐吼，阿母讲阿想嘛要转去呢。安娜，我无甲阿母讲阿想离家出走的消息啦。这种代志吼，若叫阿母知影，伊会足烦恼的。阿想到底去倒位啊？我拄则去公园、市场，啊，搁去厝的附近拢无找到。我嘛有问人啊，因拢讲哦，我看到阿想啊。阿秀哦，自细汉到大汉吼，伊的脾气就真硬啦。啊，伊决定要做的代志吼，就一定做会到啦。阿秀嘛，毋是头一摆讲要搬出去，之前嘛无安尼。谁知影伊真正离家出走啊？你就是有这种想法啦，才会让人较生气啦。阿父啊，啊你免烦恼啦，秀的吼，嘛毋是囡仔，伊会保护伊家己啦。真正不应该的。知影后悔啊吼！真正就后悔。姨姐，敢袂是阿秋转去后头厝？拜托阿母讲袂看到伊啊！啊，我哪会知？我拢六点来啊。好啦，我过去找看卖。阿父啊！啊，你食饱未啦？无，我无迄个心情。啊！若三天拢袂找到阿秀，啊！你毋着三天拢免食饭。要找人吼，爱食饱才有气力出去找啦。啊！我去煮一碗面，你食饱吼，才出去找啦。免啦，我伫外口凊彩食食就好啦。你出这个门吼，特别去你食物件，啊，将来去你找阿秀，店你顾一下啦。我去煮面啦，足紧的。
把我的查某囝放进来吼，是的啦。我叫是讲阿雪当后头厝，所以我才伫遮踅来踅去。我一定用我全部的精神，甲阿秀找倒转来。实在是吼，足不应该的啦。是的啦，阿母。 是我毋对啦，伊也来坐啦，伊也来坐啦。我毋是在讲你啦，阿母，你莫怪阿秀。啊，恁两个人拢共款啦，几岁啊？母即出嘞。 真正足毋捌代志的啦，搁较安怎无欢喜，拢袂用离家出走啦。啊，伊即马哦是做人老母的，啊是做人某的吼，啊搁是一个头家娘呢，实在是哦足无负责任的啦。是我有歹习惯，搁无愿意改，才会了阿些伤心。搁较安怎无欢喜哦，拢袂用离家出走啦。 阿母有啥物代志哦？袂用好好啊讲哈。啊，甲一个厝等咧遐啦，安尼敢对？若是我听阿秀的话，伊嘛袂安尼啊。阿母，是我，是我毋对，才变甲安尼。啊，你即马，搁替伊在烦恼，搁替伊在紧张哦。讲的是事实啊，只要我摆灵酒。 阿秀平常时哦，对我足好诶。啊，你拢知影是因为啉烧酒诶关系，搁继续啉，哪会无爱改酒哈？是啊，我尽量啊。尽量啦。你丈人诶咧吼，着藏伫咧遐啦，你还阁毋惊？啊，继续啉啊！你袂记诶吼，咱第一界见面诶时阵，你是安怎甲我讲诶？你讲吼。 你一生中会当熟悉阿秀啊，是上幸运的代志。你要予阿秀搁较好的生活，啊，要予伊幸福。即马嘞，因为啉烧酒，啊，甲你讲的代志，煞袂记了了啊哈。无啦，我无啦，我只是。只是吼，无法度甲爱啉酒的歹习惯改掉啦。你也想看卖嘞，你的丈人吼。 就是遐尼爱啉烧酒啦，啊，啉到吼身体害了了，即摆无伫个啊啦，放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啦。啊，听讲恁阿爸嘛足爱啉烧酒的，嘛是啉到身体在洗药剂，毋是？你嘛是有看过恁阿母安尼伤心，安尼艰苦，敢讲你嘛阿秀啊，甲阮共款，伤心过日子。 阿父啊，这就是你要予阿秀啊幸福的方式。是嘞啦，是我一直无够坚强。当初时吼，恁在交往的时阵，我就有苦劝阿秀啊，叫伊讲哦，搁加看几个对象啊。阿爷心内就敢若有你啦。阿秀啊，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嘛足唔甘的哦，甲伊嫁予你的啦。 啊伊哦，嘛是你真无简单娶入门的牵手哦，我拜托你，你好好对待阮阿秀啊，好好啊甲疼惜，好无？我甲你拜托啦。好啦，我会啦，这阿秀等来我的身躯边吼，我拢会改啦。 煮一罐红豆汤，啊，特别要提来恁遮，啊，实在来找恁开讲啦。真毋多谢，啊，我常常听阿秀讲，你煮的甜汤足好啉的，啊，今仔日吼，总算有迄个福气会当啉茶啦。安尼吼。
来底坐啦，互你徛咧讲话，歹势。啊，多谢多谢。遮坐啦。多谢。我常常听阿秀学了你的甜汤，啊，我就想要紧开一碗。阿秀甲我讲，你也想好啦。啊，你若介意食，我以后常常早来。免麻烦啦，哪会好意思？袂啦，哪会麻烦？有人爱食我做的物件，我会足欢喜的。阿秀甲父，因无伫个。因无伫个啦。因走去倒？啊！因点是拢轮流顾店，假使有一个人出去，啊，另外一个人一定会留伫咧店的。啊，今日咱两个拢无伫个。啊，阿虎回来啦！阿虎，请来啦！妈，你要来，那无先甲我讲啊。啊，较早我拢直接过来，啊，从来拢毋捌事先甲你讲过，啊，是安怎？啊，是不是你有甚物代志会无闲，我去甲你交流着。无啦，无代志啊！我是今日来吼，若是我刚好想到无伫个，会害你加走一撮。等我大概来，恁两个人一定有一个人伫个。啊，哪知影？啊，今日恁两个拢无伫个。阿秀嘞？阿秀，伊去买菜啊。去买菜？啊，拢下晡啊，伊是去倒位买菜？伊买菜完哦，甲朋友开讲啦。啊，你拄则直接甲我讲，伊去甲朋友开讲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著叫你毋免送我，我家己转去就好啊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我嘛照顾，我陪你开讲淡薄啊。阿虎啊，你是有啥物心事事？无啦。你是不是甲阿秀阿爸无欢喜？无代志啦，妈，莫烦恼。阿虎，我知影你日常我甲恁爸爸烦恼，啊，所以有一挂代志你拢无想要讲。不过妈妈要甲你提醒，我甲恁爸爸啊加恁这么侪岁，啊加行这么侪路，我无亲像哦，恁所想的这么虚渺啦，嘛唔免惊过，阮拢会袂堪的。你说你讲，我听。妈，我知影啦，但是哦，比较无遐尼严重啦，我家己会处理好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既然若无想要讲，我就袂勉强你啊。我相信我家己的后生有迄个能力去解决。啊，只是妈妈有点仔怀念。啊，你细汉的时阵，啊，若去学发生一挂代志，啊，转来厝的，拢会甲妈妈讲。啊，你出来无要甲我讲，我就感觉有淡薄仔失落。妈，哪呢哦？你把我变转去啊！把我变转去，我细汉的时阵。啊，你都已经这么大汉啦，我是要安怎把你变倒转去嘞？不是安怎？啊，你不介意？你怎么这么大汉？我嘛不知影嘞。我感觉哦，他介意我细汉的时阵。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无烦无恼，足快乐呢。今仔想起来哦，我感觉较喜欢细汉时。啊，你感觉你这阵子真正是无快乐吗？啊，不是啦，只是哦，今仔足多代志爱顾呢，我无法度想要做啥就做啥，白卡白手，痛苦。讲紧啊，那是因为你大汉啊。啊，无像像你细汉时阵，啊，虽然你安怎闹，有我甲恁爸爸替你收买。你即摆已经是做爸爸，啊，嘛有一个家庭啊。啊，虽然责任有较重，也毋过迄嘛是一种甜蜜的负担，敢毋是咧？那安尼哦，
我一世人都不爱大汉啊。会用的啊，遐不过你着无法度娶到一个亲像阿秀这么好的水某哦，你敢愿意？天公伯也是公平的，伊袂让你全部拢是好的，安尼咱人哦才知影感恩。第一，你要享受幸福的时阵，当然嘛要付出一寡代价啊。安尼咱人哦，才有法度变成一个更加好的，懂对吧？阿爸姐啊，啊，咱已经咧食饼啊，是安怎讲爱点烤鸡食？我点这杯烤鸡食哦，是希望你想起恁的当初啦。啊，这杯烤鸡食哦，是要点互你退火的啦。其实我即摆哦，无咧甲阿父阿生气啊啦。啊，要回去啊？吼，袂用的啦。咱刚出来几点钟啦？即马马上转去哦。阿父也袂惊啦，安尼伊就袂解酒啊。对。啊，无你感觉是爱出来偌久哈？上无嘛爱一工。一工哦。啊，不过那规工明仔载恁药房要安那？啊，你规暝拢无转去，恁儿子啊，恁后生，恁查某囝，敢拢袂烦恼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二姐啊，是我啦。秀的啊。啊，即马厝内精神是安怎？定得咁好？你真的把我惊到啦！啊，我拜托吼，你紧转来好不好？药房吼，我咧照顾啦。阿父目睭一百斤，都死个咧找你呢。啊，你伫倒位啊？阿父啊，伊就紧张咧找我。你唔知伊有偌紧张，敢那心脏吼要停共款呢？是的啦，知影家己唔对，就紧转来，莫让厝内人烦恼啊。二姐啊，我即马打电话转去，是想要让你知影讲，莫让我烦恼，我足安全的，我会保护家己。啊，但是你莫甲阿父阿公，我有打电话转去好不？秀啊，你听阿姊讲，你安尼吼足无负责任的。而且吼，嘛有可能会拍歹恁阿母的感情呢。我就是要让阿父啊学着驾驶啦，幼教甲囡仔，就麻烦你替我顾一下，好不？好啦，安尼我恁家明仔载透早，啊你明仔载爱甲我讲清楚哦，听到无？我知影，再见。安诺，出来好不？厝内哦，即马有二姐啊替我顾咧。阿父啊，伊足紧张足烦恼的。你看你啦，出来啊，嘛是逐工拢咧想厝内的代志。你哪着家家己母甲遮辛苦，嘛有厝内人咧替你烦恼。只要阿父啊愿意解酒哦，那安尼。我做这的代志就拢价值啦。你安尼做，敢袂用着方法？你回来拄啊好，囡仔咧食暗顿，啊我去看一下，店吼，啊你顾一下啦，好。爸爸，妈妈去倒啊？阿
姨安怎甲你讲？伊讲妈妈去朋友家照顾破病的朋友。伊安尼甲你讲哦。妈妈今嘛无伫个厝，是毋是甲爸爸饮酒有关系啊？爸，你敢嘛会当莫甲安尼啊无？嘉玲，你帮我去看梅啊，甲红玲写功课，好不好？阿虎啊，先去吃饭啦。我过去找你。先吃啦，吃饱吼，面洗洗嘞，啊嘛较有精神出去找。啊是要找几样哦？我若是找无着，我也是一直会找落去。免找啦，阿秀伊吼。啊是安怎？凡事明仔载转来。我现在想要看到他，他的个性哦，他是绝对不会自己回来的。秀啊，吼！啊，你想到要回去厝的安尼尔，脚步这么紧，你是足赶紧的哦。阿华姐啊，你莫跟我笑啦。人我唔是跟你笑啦，你的心情哦，我嘛足了解。我是看你哦，昨日阮家根本拢无睏，你是几点睏的啊？哈，你是规暝拢无睏，亲像迄囡仔要去晚上安尼哦。阿华姐啊，你讲你不爱跟我笑呢？我是佩服你的决心。我若是像你同款哦，规暝睏袂去，还佫烦恼厝内，反正我昨暝就走转去啊。哦，我实在吼，你妈足辛苦的呢。过来届吼，我想要敲电话转去，啊，佫惊互我知影。我还要控制我家己吼，才袂提起恁家的电话呢。看你哦，忍到这尼啊辛苦，啊阿虎哦，嘛找到这尼啊辛苦。希望大家辛苦一届就好啊！从今以后，希望伊改酒，啊你哦，嘛唔通阁离家出走，天下太平。冤家哦，是对翁仔某之间哦，的感情足大个伤害，会当避免就避免，啊若无，翁仔某的情分是会抹掉去哦。啊，我即马转去，唔知影阿虎会安怎对待我。喂，阿虎啊，阿秀，你伫咧厝哦？好，卖走哦，卖出去哦，你等我回来哦。喂，阿虎啊，拢莫听我讲的就挂掉。安怎？阿虎甲你电话哦？阿姨敢有甲你骂？无啦，伊是讲伊内面着要转来啊。啊，无好啦，安尼吼，你去啉一寡茶啦。来啦，坐啦。你实在是足好命，你拢毋知。阿父对你遐尼好，啊，你两个囡仔吼，佫遐尼乖。啊，嘛有家己的车，啊，店内吼生意嘛袂歹，事业顺利。啊，家庭和乐，
啊，想安怎袂当甲阿父好好啊斗阵咧？啊，我就是希望阿父会当戒酒啊。想要戒酒，嘛袂当用这种离家出走的方式，是唔对的呢。像我吼，即马想要找一个人对伊好啦，啊嘛无对象啊。啊，你竟然吼有迄个本钱来糟蹋你阿母的感情，我看你的命吼是比我好伤济啊啦。敢讲阿父啊爱啉酒，我着爱互伊啉哦。啊，我的命安尼，我着爱认命哦。飞弟吼，你的命就是比我较好啦，你有诶，我拢无啦。你看我即马安尼，你袂感觉你家己足幸福的吗？我无想要甲你比这個啦。伫我来看吼，嫁互即款爱啉烧酒的人哦，根本毋是一件幸运的代志。我诶，恁诶嘛是有限度诶。啊，你要去对啦？顾店啦。顾店，啊，讲袂过我，就要闪啊！你无想要听吼，我嘛是爱念啦。你安尼要求别人，啊，你家己咧？阿父的耐心吼是有限度的啦。啊，有你这个离家出走的太太吼，任何人看吼拢是有问题的啦。你看恁吼要安怎去解决你离家出走的问题啦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知影就好啦。丽姐啊，你帮我顾店好无？啊，要创啥？我要去煮凉茶啊。等下哦，阮迄个可爱的翁要转来啊，我要甲伊替火安尼哦，我就袂强买。知影要使哪样？啊，会想我袂？丽姐啊，永远袂想我。你帮我顾店吼，多谢。哎，这个囡仔实在是。阿秀诶，啊要惊死人哦！找恁某，伫内底甲你煮凉茶啦。我去找伊。啊，你要创啥啦？创啥？啊，搁会当创啥？有话吼，好好讲啦，知影无？李姐，店，帮我顾咧。翁诶啊，啉凉茶啦。这是我特别帮你煮的，要甲你退火呢。哪会知影我一百火啊？内底讲。内底讲就内底讲。丽姐啊，店帮我顾咧。啊是叫我来顾店的哦。翁仔，我有啥物代志吼，拢退一步啦。安尼吼，才会当家和万事兴啦。是讲要起来讲，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阁这尼啊歹哦。好啦，歹势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干那这件代志哦，我实在哦，嘛是做了唔对啦。袂歹嘛，只要家己做唔对代志。有昨昏几工，出街接到警察的通知，讲要出什么代志？好啦，你莫生气啊！啊，我唔是转来啊，拄只李姐也嘛甲我骂啊。阿父啊，我这个安尼做吼，是因为我想要让你知影，讲我实在足讨厌你啉烧酒的。其实我家己嘛做唔对，但是你走出去哦。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只要一摆，就害我后悔一世人，你知影无啊？是的啦，啊我唔是囡仔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，唔免你烦恼啦。我才甲你讲话，你就会创啥啦？
找物件啦。其实，你讲了嘛唔对啦，我无法度拒绝饮酒这件代志。我知影，这让你无欢喜，但是我也是一直做唔对代志啊。我一定要更加打拼，想办法把酒戒掉。阿秀啊，请你原谅我啦。好啦，阿伯。我给你一次机会啦，但是哦，你若是讲会到，你一定要做会到哦。会啦，阿秀啊，你昨到底是去倒位啊？阿虎啊，我甲你讲会用的，啊，不过吼，你袂得甲骂哦，人伫咧心内，甲这边嘛袂用的。袂啦，那你到底是去倒位啊？我去阿华姐因家啦。阿华姐，我打电话去因家，伊刚甲我讲，唔知影你的代志，嘛要看到你的人诶，伊实在是吼。你实在是吼，甲咱斗相共足多啊，安尼哦，伊才袂伫外口四界乱乱踅，才袂拄着歹人跋落空诶，或者弄着，安尼哦，你也安全，才有保障啊。对对对，你讲安尼哦，就正确。阿秀，你外口出去几工，即马知影你无代志哦，我就放心啦。我马上就爬袂紧啊，足忝的。好啦，阿你无你先休困。我先去顾店。你是过来等我吼。嗯。阿秀，妈，我要来去买菜，啊，就先洗刷过来看你。阿虎啊嘞。阿虎啊，你去送货啦！来来来，吃菜啦！我等你收你呢，你就来啊！真是的哦！我阁想要哦，找时间回去看你甲爸嘞。我就感觉讲哦，你第一想我，所以我就特别早来给你看。来啦，妈，饮茶。啊，好，多谢你。阿秀啊，一旦看到安尼笑眯眯哦。我实在足欢喜的呢，啊，我毋是拢常常安尼笑互你看，哪有啦？迄天我掼后头汤要来互你食，啊，你拄仔好无伫个，我都无看到你的笑容啊。妈，歹势啦，啊，你来迄天我拄好出去外口，我去。好啊啦，你免甲甲我解释讲，迄天你去倒位，即个上重要的，就是你第一次的。安尼就好啊啦，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拢会一直在厝的。你若是介意看我笑吼，你就食个百里花，安尼哦，我一定逐工拢笑你看。真实的哦，嗯，别骗我。嗯，阿秀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最近哦。我一直常常想要吐，是不是够啊？啊？真是的哦！哎，你好，妈，我先去喝饮。OK， 谢你嘞。我可要做阿妈嘞，我可要做阿妈。啊，拍死啦！我陪你
去啉啦。妈，阿天已经暗啊，你紧转去啦，阿无爸无人煮饭给伊食呢。我拄则有敲电话甲恁爸讲，哦，伊听了嘛足欢喜，叫我吼爱心甲你照顾会好。啊，我毋是第一届有心啊，你毋免遮尔烦恼啦，我一个人无问题。妈妈就伤过欢喜啊，啊是讲吼要陪我这个啊未出世的孙仔一个，你莫一直甲我赶啦，等你若汤啉完，我就先转去啊，安尼毋就好啊。好好好，我去探小金哩。我订足济，你加啉一撮啊。好，多谢妈。嗯。哦，足好啉的嘞，好啉就加啉一撮，过来。妈，这个时阵，你哪会伫咧遮啊？阿叔，为什么今仔日这么早收店啊？阿虎啊，我拄只吼，带阿叔去看医生啦。看医生？阿叔啊，你无代志吧？狂囡仔嘞，你搁要做爸爸啦？阿叔，你搞我？啊，无敢是妈妈甲你骗哦。这个囡仔吼，来甲真拄啊好啦。你若阿婆之间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当意气用事，爱阿阿婆安尼牵手斗阵来解决。啊，而且安即摆搁要认真新的性命，搁较爱好啊珍惜这份感情，知影无？父啊，啊你来睏在客厅啦，等你去关掉要安怎？起来啦！阿父啊，起来啦！你哦，竟然趁我睏去的时阵哦，偷走出去啉烧酒。阿父啊，酒，什么酒？阿叔。你讲较笑，你较细声，会插到儿子甲囡仔哦。哦，明明是你做唔对代志，啊，敢若变成我唔对共款。我想要去睏啊，我先离去。坐咧，我未讲煞。好啦，我坐啦。你想要讲啥啦？你敢知影，啉酒伤身体。嗯。那安尼，你知影讲伤什么身体无？唔知，唔知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饮酒哦，伤肝，会着肝炎、肝硬化，嘛会伤胃，会让消化变唔好，体质变差，哦，嘛会感染其他的病。饮酒有遮尼多的缺点，你敢知？好，安尼吼，你知影哦，你以后就莫阁饮烧酒，好无？好，你是答应我吼。哇，你敢有答应我啊？阿虎啊，妈，谈笑金林。阿秀，你这摆有心，应该是我这个做大家，顶补去甲你补身体，哪会颠倒，让你专工煮汤，摕倒来我啉呢？无啦妈，啊我回去嘛是爱煮，着加煮一挂，先煞转来看你甲爸啊。
你要好好注意你的身体，唔通伤忝呢。我知影啦，妈。其实哦，我是逐工拢伫咧厝诶，甲药局，有淡薄仔足无聊诶，就想讲哦，转来找妈开讲。来，你要坐。多谢妈。是不是阿花，搁惹你生气？妈，你免甲我烦恼啦，我无代志。有人转来要找我开讲，可是若歹老实讲，今日是白走一桩。阿秀。我知影你一定是一个真有分寸的家哦，甲新妇。自从你甲有搬出去了后，就算讲你阿婆中间有啥物无欢喜，你嘛绝对袂转来讲，就是惊我两个人会烦恼。遐毋过我看你愈体贴，我就感觉足唔甘的。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，妈妈离婚已经遮尼济啊。无这么简单就烦恼啦，连到你若唔讲，我才真正烦恼呢。妈，嘛唔是啥物大问题啦，啊，就是同款的代志啦。阿父啊，同款一直啉酒哦。伊大概吼，就甲我讲，伊以后袂阁啉酒啊。但是就是无一届做会到，我即马哦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相信伊啊。我相信伊甲你保证的时阵，拢是真心的，唔是要甲你骗。遐毋过伊大概若拄着酒，伊阁无法度控制伊家己。我知影啊，像伊即届哦，就是讲。因为我阁有心啊，伊足欢喜的，就要找阿勇，因出去庆祝一下。大概饮酒，拢会找理由，欢喜嘛饮，无欢喜嘛要饮，根本就是找借口嘛。兼要做三个囡仔爸爸，还阁是甲我这尔啊费力，实在足不应该。妈，啊其实阿父阿姨大部分的时间。嘛是足好诶，只是吼，啉酒这件代志是安怎改拢改袂掉，可能是我想无捌做啊。但是吼，大概看到伊啉烧酒就转来，我着记载袂掉，想要对伊生气。我实在毋知影要安怎。既然咱两个对伊拢无办法。只有请更加厉害的人出马。更加厉害的人，谁？转变爱的表现，未来才慢慢。